现在在寻找打壁球的地方，我没有打过，然后看到我朋友打，看起来很好玩，所以，但是我现在迷路了，完全找不到，不知道这是哪里，对对对，停车场，对，是停车场啊。从这里看出去就是市区。外面有四间，大家都穿得很运动，有些穿运动。我从来没有打过壁球，你有打过吗？有，已经打过，很小的时候，很小的时候，所以你应该要比我厉害。有够难的，而且我还超怕那个球弹到我的相机的，从头到尾都在尖叫。这样 strongly recommended， 可是没有逼你要带啊。好像挖进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再打一下，可能就要回去了吧。走，打必须要运费，太细心的人。没有，那个球拍太烂，球拍太烂了，好吗？再打一下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已经打完，可以看一下外面长得怎么样子。就是有四间壁球室。我刚刚在那一间，不错玩了，只是有一点累。怎么样？好玩吗？还不错，蛮累的，然后我们已经很脏，带了个